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，没错，他是玩这个杂耍特技。对，杂耍特技照理想是我们东方人的权利，竟然被他学走了。他说他真有那么厉害，而且是从加纳那边来的。加纳，我们直接来欣赏他的精彩表演。好的，欢迎 Richard。脚不会痛啊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小的，这个小的。哦，他有阿叉呢，阿叉。阿叉。哇！第二分数。哎，六个一起转。哇！哎呦！太强了！疯狂掌声鼓励！要站起来鼓掌。站起来鼓掌，这个。呵，哇！谢谢 Richard。哎 ，Richard 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，天啊！后来 Richard 现在都是在台湾表演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现在都是在台湾表演，对不对？是是是啊，都在台湾。对对对，我比较舒服，所以你比较舒服，在这边啊，这边这边比较舒服啊，所以我没有离开，就没有离开。喜欢在台湾，非常好啊！练这种软骨功，这是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练出来还是天生？对啊，就软练出来。哎呦，怎么练？软今天的旧功啊，对啊，软骨功，软骨功啊，那难度很高的。啊，有想要放弃过吗？这个软骨功有有啊，因为越大越难，越大越难，对，年纪越大越难。肌肉，我有像我劈腿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是因为太大。哎呦，哎，你听得懂哦？你听得懂这种笑话？有可能，可是很难。年纪太大了，要劈腿很难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然后后来现在这个在你说在公园里面，然后看到人家表演，对，啊，就跟他学。对，他们是一个团体，团体马戏团，有马戏团，有跳舞。哦，对。啊，现在你台湾都是在什么地方表演比较多？我们如果想要看他表演呢，对不对？在信义区，信义区对，这么近哇！星光三月，哇，你那个星光三啊，你那个店面要花很多钱呢。那边很多人啊，不用钱你就路边表演，人家会打赏就对了啦。对对，哦，相当不错。因为我们表演是为了爱，为了我，为了爱 ，love and peace，love and peace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有给你开心的话，就可以打赏。打赏。
你一千块啊，打赏，赶快啦！想搞什么东西啊？现场就赚，只是猜对就拿一千块。再感谢你，再感谢。看到他表，就看到就是，哎呦，好热闹，然后都会看到他。你真会慷他人，就是凯刚赚了我们的钱，真的拿来。再次谢谢 Richard， 也要谢谢我们这几位真的特殊才艺，好好给他们加油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